这不是怎么全身上下都一样？开始一点老婆好像迷你版。好的，上电视会不会紧张？嗯，很紧张。很紧张哦。嗯。嗯，不过说实话蛮可爱的。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自己家里的朋友或乡亲聊一聊？没有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心事？嗯，有没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们吐诉？没有。那有什么话想跟沈玉玲讲？有没有？喂，还是跟小郑？小郑，对，你是单身吗？嗯。喜欢什么样男生？我们现场这几个男生啊，你喜欢哪一个外形？都可以讲，或是不一定要讲现场，或是怎么样的？不要看现场，不用看到那边去，看现场，看现场，你水准会。嗯，就跑对了。哦，哎呦，你看，是的，这缘分就是这样，真的哈。不是刚刚是在相亲吗？对，没有。我们现在在估价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走个台步，哎，你好。哎，哇，哎，不错，像在学校的亲子日哦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们母姐会已经结束了，女儿长大毕业展，对，来，哦，总共花了多少钱呢？一、二、三，50万。哇，我赢了。你50万啊？削骨哦，削骨恢复期最痛的，还好，对不对？那就说他两个月还好，那可以，那个没关系。就是这样，人工骨下巴哦，你是削骨是整个换成人工的？哎，就垫下巴。哦，垫下巴，两段是隆鼻，哎，少一段弱一段，对啊，然后三段，对啊，自拍扁打挡，对啊，你赶快三段，对啊。三段爬坡才上得去，一掌直上阳明山，我跟你讲，对呀，搞不好人家根本对不对？下坡还不用换低档哎，对。那你还想再做什么吗？嗯，瘦小腿吧。怎么瘦小腿？还是你再瘦就没肉了？应该是不能再瘦了，你这样 OK 的。对啊，看不要对自己太严格，对，不要走火了，这样很可爱啊。买个高跷就 OK 了，对。乱讲，高跷。不会，他这样很可爱。不是，其实你看，你站在另外四位小姐面前，你也不会输他们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来，五号新雅从阿姨变年轻小姐，脸蛋总价竟然花费50万元，是今天花费最高的，你猜对了吗？可是说真的，每一个人在他们自己的照片旁边，说真的。这个美容事业还是真的造福了女性啊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能以我们男生的角度说，哎，这个整形怎么样？可是问题是，他们对他们来讲，身心灵都受到一个提升，因为他变有自信，可能对他的职场或是人际关系有帮助。对，我觉得如果不要到伤害到健康，我觉得这是很好。对啊，而且追求的人也变多了。对啊，而且他们这样站一排，可以一起说老板晚上好。干什么？不需要。谢谢你们，成功。最后 ，No， 有一个。是哦，就是在12月22号，在澄清湖棒球场有一场这个爱的服务求爱高雄，是高雄狮子会跟我们闪亮之星棒球队合办，对，是，然后就是到时候所有的所得全部会捐赠，有6部的那个就兵士。不是兵士啊，救兵是干什么？就是医疗救护车啊，医疗很重要，所有需要的一些弱势团体或是一些医疗机构这样子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哪两队在打？就是我们闪亮之星跟孙协志那一队，30大，对对。OK， 好，希望大家到现场支持。而且还不止哦，他还有什么嘉年华啊什么的。对，从下午就开始，而且有那个中职的球星也会来到现场。是，哇，那等于是一整天的活动。对，从下午就开始。好，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国光，谢谢。